今天在中国内地微博疯狂转载一个信息，重庆机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降落跑道。网络上流传的消息是，因为有不明飞行物体光临重庆上空，为安全起见，机场只准起飞不准降落，多个航班只能改到附近机场，直到前天下午2点，不明物体飘离航道后，航班才恢复正常。